行李准备好了，今天离开闽县，又回到路上了，然后现在往海东市那边骑。那让可乐坐好点啊、哦、啊！今天的话就在这个高庙镇这边扎营吧。这高庙镇真的人如，不，正如其名，啊、有个很别致的一个高庙，前面还有，这边的庙宇啊还是蛮多的。现在可乐乖多了，不会跳出来，还是蛮乖的啊，也不会，叫就不断的叫就很乖了，慢慢适应了。先去找个饭馆，给吃个饭，给手机充个电先。好了，停下来了，这边有个牛肉面馆，哦，还有手抓羊肉哎，进去看一下。嗯，在这里等我一下哈。当然，可能高庙镇的一些乡民还是挺好奇的，围着我的车看。然后对面就是一个养老服务中心。好了，点了份手抓羊肉，75块一斤。打算自己吃点，然后也给狗狗也吃点，大家都补充一下营养。毕竟骑得那么辛苦了，要好好酬劳一下自己，补充营养。没有，那肉质有点硬的。之前吃的那种风抓手抓羊肉是比较软，比较有嚼劲的这个羊肉。满嘴肉啊，吃的还挺开心，还是好。那种蒜头的辣味呢，还有那个羊肉的肉质啊、肥力的味道呢，综合起来就很爽，吃起来。蒜头就肉吃起来的确挺爽。总体来说的话，这个手抓羊肉还是可以，但是跟那种东乡手抓羊肉比的话呢，就差还是有点差距。好了，今天给狗狗带了很多好吃的，有羊肉有米饭，吃顿好的今晚让狗狗们。吃吧。